近日，由郑晓龙、刘雪松执导，张嘉译、王珞丹等领衔主演的医疗情感剧《急诊科医生》已完美收官。该剧以其优质的口碑、出色的演员表现和观众对电视剧延伸话题的讨论，收获了不凡的热度。导演郑晓龙表示，在拍摄过程中，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将以往医疗剧中较少涉及的问题摊开来讲，将医生与患者相处中的难题、善意和温暖都通过电视剧去展现。尽管《急诊科医生》在播出期间实现了收视口碑双丰收，身为细节控的郑晓龙还希望今后的作品能够精益求精，力求打造更加精致、更加严谨的剧情，让剧情呈现出更为顺畅丰满的效果。